625匹最强宾利与中共160度急弯。安妮，唔系好舒服嘅大班车咩？做咩咁好坐啊？宾利最新嘅 Continental GT Speed， 号称旗下最强型号，啱啱喺上海举行咗大中华首个 PlusCon， 邀请咗中港台60间传媒齐齐睇车兼试车。GT Speed 嘅鬼面罩换咗黑底银色，尾灯有电镀框，同埋21寸巨拎，内外依旧贵气斯文啦。不过骨子里就装配6公升 W12 引擎，马力足足有成625匹，加埋双涡轮增压帮手，0-100加速只系4.2秒咋。极速更去到时速330公里，老细车嚟讲都算好火咯。四轮驱动同 ZF 八速波箱令 GT Speed 入弯有快有定，厂方仲请嚟立安传奇车手 Derek Bell 亲身示范揸 GT Speed 跑翻转上海呢条 F1 赛道。哇！就算落紧雨，入呢一个160度手臂弯，依然轻轻松松，引擎车都咁劲啊！